首先是来自嘉义县的消息，这是为展现着社区照顾关怀基点推动十年的成果。嘉义县政府日前举办今年度社区照顾关怀基点的成果发表，来自全港55个关怀基点的点背，除了轮番表演，也秀出一年来学习的成果。来自18乡镇55个社区关怀基点的老师团，12号在民雄表演中心展现成果，有带动跳、手语、打击乐曲、乌克丽丽演奏，甚至改变传统艺灯，总共表演32场次，堪称是马拉松式演出。阿公阿嬷的创意获得真侪掌声。今年中间也到场和各社区民众互动，了解因一年来学习的成果。哎，咱的社区拢有关怀据点，老人食堂、长青活力站吼，所以吼，咱这普通时拢教这个长辈时代啦，做一挂手工艺啦，唱歌跳舞吼，来关节振动一下吼，因讲甲咱的咱长期以来吼，咱这个台湾的这智慧吼，教吼传承吼咱的少年的，要做茶叶蛋啊，做菜头粿煮也好哈，菜脯能要安怎炒，拢足够的哈，所以哈，这个社区的活动就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对土地的认同，也充满了大家对老人的关怀跟尊重哈。所以咱今日哈，一当一届的哈成果展览，我就自己从头看到尾啊，觉得好快乐，好快乐。嘉义县社会局长洪忠牛表示，社区照顾关怀基点实施计划推动进入第十年，政府特别颁奖表扬新港顶菜园发展协会和社团法人嘉义县妇婴服务协会两个提供服务长达十年的民间团体，肯定十年来对地方长辈的关怀和照顾。张法官也表示，希望透过社区照顾关怀基点，服务更多的长辈，由在地人服务在地人，落实在地安乐，并借由提升服务的品质和数量，打造嘉义县高龄优先的新时代。新兴矿业红民永乡采访报道。